大家好，我是二姐，锻炼回来买了点小白菜，做点清淡的，今天做个素馅的饺子。买了两块的豆腐，把小白的菜条摘一下，最近天气有点热，孩子有点不太舒服，得吃的清淡点吧。接点水，咱们把这个小白菜给它洗一下。加一勺食盐，再接点水，把小白菜给它泡上半个小时。买了两个胡萝卜，咱们给它把皮削掉。给它泡点香菇。小白菜咱们给它反复冲洗干净。咱们把小白菜给它切一切，这白菜还特别嫩，剁得碎一些。剁好的小白菜给它放入纱布中，把这个汁给它挤出来。切好的菜给它倒到这个盆里面备用，咱们一会儿再用这个，给它捏散。现在开始和面，用白菜汁和面，白菜汁也不要浪费了。好了，和好的面条给它盖个盖子，醒上30分钟以上。再咱们把其他的配菜给它切一下，准备了两个胡萝卜，给它切碎，先切片。海椒切丝。最后将胡萝卜给它切碎。把泡好的香菇给它切一下，这个香菇也是给它切碎。切好的香菇给它放到馅料里面，天气热的时候要给孩子多吃豆腐，因为豆腐补钙，因为夏天天热特别容易出汗，营养容易流失。豆腐给它放到盆里，再切点葱姜，姜末，切好的这个豆腐碎中给它打3个鸡蛋，
用筷子给它搅散。炒锅加入食用油，这个地方多加一些，后面我们就不加油了。倒入鸡蛋豆腐，翻炒一下，把豆腐里的水分给它炒出去。炒过的豆腐吃起来更香。炒至凝固之后，下入胡萝卜，加入一勺食盐，食盐在这个时候加够，后面的馅料中就不加盐了。再次翻炒，胡萝卜炒至断生就可以了，水分也炒得差不多了，关火，把炒好的胡萝卜豆腐给它加入到馅料里，葱姜末给它加进来，馅料中再加点蚝油、花椒粉，咱们把馅料给它搅拌均匀。正好，素馅吃起来比较清淡，清淡爽口。开始包饺子了。切好的面团不用揉，切上一块就行。长条切剂子，素馅饺子搁大点吧。开始包饺子，开始包饺子啦。买了啥了？哦，姐姐来了没？哦，行，好嘞，就这吧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嗯，好嘞。嗯。啊，咱们煮饺子。饺子熟了，煮出来也不绿啊。绿饺子？皮儿有一点点绿。饺子已经出锅了，我们开饭啦！吃饭啦！看我们这个小白菜豆腐的这个馅儿好不好吃？好的。素饺子，谢谢。味道咋样？嗯。嗯，可以。嗯，好吃。吃肉。做个猪蹄子。嗯。吃啥补啥。这咋那么长？牛筋面吗？谢谢。
路上顺利不？相当顺利。你们呢？嗯，也挺顺利的。是的。我们啊，可以。我一下车，然后就来了个308。那挺快的啊。嗯。就刚下去就找完车了。我就说嘛，你们都挺快的，一会儿都来了。嗯。然后想来这咱也得12点。对。你这样就不用走。嗯。你要到我们那儿就在这走。没坐过，没在那个那哪广场坐过。哎，我上回也是在广场坐。我们这个馅儿，营养美味。是。鸡蛋、豆腐、淡的绿色、小白菜、胡萝卜。现在小白菜不是还行？嗯、还行，白肉还可以，挺嫩的。你们这猪肉多少钱一斤？26吧。27。又涨了。早涨了。那儿36。为啥？36还是33嘞？这么贵？猪肉。吃牛肉就完了。啊、牛肉35吧。牛肉最便宜的33。哦。哎，最贵的33。真的。33。吃牛尾巴。对。